感面膜，经过 IRB 的人体实测，只要连续敷7天，80%的人都可以有感高速补水，解决你肌肤干燥，锁水力非常非常强，它可以帮你预防细纹的产生。一个好的保养品，它是要帮你可以达到油水平衡。敷之前，我先来测试我皮肤的保水度，现在水高38%，油的部分是50%，这个拿出来，完全没有滴出来，因为它是使用全天然的桦树纤维，把所有最精华的水分都跑到这里面，把它打开。哎，它很服帖，真的很服帖，因为它里面的精华有28ml，整罐精华一锁在我的脸上，哎，28ml很惊人哎，一整天非常的保湿，里面不含酒精，所以呢，不管是任何肤质都非常适用。那我现在先试下给大家看，来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的脸超湿的。我每次一拿下来，我也自己也觉得哇，我脸真的是很透亮。对，干妹妹现在变水妹妹，现在很多水嘛，我就会趁现在这时候按摩一下，按摩，对，这样推一推，推一推，推。哎，真的，其实因为很多面膜它洗掉之后，因为可能因为很多这种什么界面活性，它黏黏的，哎，其实你是会觉得痒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必须要洗脸，所以这个不用，这个不用。我现在来给大家看我现在的保水度，83%，我刚反过来。38%，对，油34%，哇，油反而降低了，对，平衡了，可以帮你引导成你皮肤所需要的水分，渗透到你的肌底里面。锁水磁石呢，它可以帮你储水，它也会帮你造水，这样子，所以你整个脸就是很水润，自己造水，真的很棒，自己造水听起来很棒。这一款就是 CP 值超高的极水润保湿面膜，让你在一年四季都可以让你的皮肤到达一个天花板等级的保障保养，分享给大家。